博士。太刚好，矮黑梅森今天来到台南超大的夹娃娃机店优品，雀跃的小短腿梅森要来大展身手喽！这里有上百台，内容物各式各样。一开始当然要先从我最爱的洋芋片增加信心喽。他们说饮料也很好夹，用抽出来的方式。各位你们看，我夹了一整箱哎、哦！抱歉抱歉，我拿到店员要补货的。如果像这种盒装系列的、啊，可以先打造一个厚盾哦。再来就是夹边边角角，而且记得要二收哦，这样子就成功出货啦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今天晚上可以玩跳跳糖嘞，在动。洞口的梅森建议直接下压就好了，再夹一些伙伴们爱吃的零食吧。这家的饼干糖果种类超多，而且还有宠物罐头、生活用品和小朋友的玩具哦。这两位弟弟也超厉害的，根本就是想挑战我吧。梅森觉得优品蛮适合全家大小来同乐的、哦、空间很宽敞，种类也很多种，简单到困难的等级都有。请问这位先生还没碰到就收夹，是在各位看我夹了满满的两车，既可以娱乐又可以吃，超开心的。梅森想问各位哦，有没有什么超强的技巧可以再教教我啊？他们很贴心的在打包处放有纸盒和购物袋哦，下次我们来 PK 看看1000元可以装几袋好了。